很多人说耳湾封闭小区新一些的房子没有大院子，那您看这个大不大？这栋呢还没上市，有幸第一个来看房子。这房子给人的感觉就是干净，非常非常的干净。3700多尺，4房5卫，那么每个房间都有独立的卫浴，而且这个房子呢看起来就是比新房还要新的。大家好，我是在洛杉矶做房产的 Chris 刘。这么大的院子百看不厌，你想做什么都可以，这个空间太棒了。而且呢这个房子还有中式的厨房，你看就在后边，属于那种完全挑不出毛病的房子。咱们再看二楼的这个大客厅，是不是这个面积也是非常大的，很舒服。一楼一个卧室，二楼3间卧室，还有这样的大挑高。咱们去主卧看看，你看主卧离后面的房子间距也远，而且呢采光非常的棒。卫浴没有正对卧室，这设计非常的棒，可以阻挡水汽。你看它这个卫生间也是超级大的，大浴缸占浴，还有这种步入式的大衣橱。难得看见这么一栋好房子，抓紧约起来吧。